ตึงเนี่ย他是来采访的啦，来采访。我觉得他需要在说话上面再进步，因为他对着镜头的话呢，就很格局还没有到，就很陌生。他既然已经是发片的歌手的话，我不会让他过关。嗯，因为他说话上要进步，因为呢，我妈妈也是马六甲人，我们马六甲人说话就一种腔调。这个格局呢，如果继续留在马六甲腔调的话呢，我们不能丢马六甲人的脸，所以这个格局一定要起来。这样子你还是很小塞雷。也能重出一个国际的位置，所以对，所以就勾鼻，这勾鼻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应该要香到去很远的地方，不只停在我们的家乡而已。是，既然大家都是马六甲人，可以唱的话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我给你过关。谢谢，很开心啊，因为老师能给我过关了、啊。那我在下一场的试镜活动呢，会更加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。